好，那再来是第三题。第三题，它的题目比较难懂一点点，它给一个数字，这是不是在二到79之间？那我需要找到两个五位数相除得分，所以其实它给的数字就是我要找的正负配对它的商。然后其中的是这边的五位数，它必须在0到9之间，而且不能重复。那题目就差不多这样子。好，那这就是输出。那有结果是，对，找不到任何一个组合可以让两个五位数相除等于61，那这个输出没有结果。那如果它有这结果的话，你要把所有的结果都列出来，不能只点一个。好，那因为它其实就是除法而已嘛，它就是除法而已，所以它如果有三的，那如果我列举分母后分子其中一个，我就可以得到另外一个数字。那其实这边有两个做法，我想的做法是这边可以分母乘以三，或是分子除以三。那因为我害怕会有小数点清楚的问题，所以我是采取分母乘以三的问题，因为它其实没有很大，它甚至连运行的范围都不会超过，所以不会有 overflow 的问题。那我就可以避免掉相用除的，然后小数点清楚的问题。那因为它的商的范围在2到79，它是大于2，所以我可以知道分子一定比较大。那我的想法很简单，就是它最多就是10万减1，那分子要比较大，所以分母就只能是5万以下。那这是可以讨论的，我只是方便，所以分母可能范围就只有这么多而已。所以我就没举这么多，然后把每一个数字乘上三，那我就得到分子。然后你拿到分母跟分子之后，再去确认一下，它要两个五位数或是有，因为零可以放在第一位，所以有可能会有一个四位数，所以它有可能是两个五位数，或是一个五位数，一个四位数。那你拿到这一个数之后，你再确认是不是没有重复的数字，因为它只能0到9各出现一次而已。那要怎么取得每一个数的底位数字？那就是可以直接对那些数字对子取数，一直取到最后它没有东西的时候，那每一次的结果就是它的每一位数。好，我们看一下例子。好，那用这篇刚刚就除了来当例子，所以我刚刚说从0、1、2、3，因为这个是最小的整个数，这就从0、1、2、3一直往下做，0、1、2、3乘以62，那我会得到分子，那我会再检查一下它有重复的数字，然后就一样，0、1、2、3、5、1、2、3、6、1、2、3一直往下做，然后可以看到它有很多重复的数字，那这都是我们需要的结果。那我可以找到这两个结果，它的分子跟分母是都没有重复数字的，那我就找到我要的东西。但是因为它要所有的组合，所以我要继续往下做到最下面，做到最后一个数字为止。那讨论的部分是它零排在第一位，所以它有没有出现四位数的问题，这个要小心一点。然后输出的时候，你也要输出，就是你的结果是0、1、2、3、4，像这个结果是0、1、2、8、3，那你就要输出0、1、2、8、3，不能输出1、2、3。然后分母其实我只是单纯的从这边中间砍一半，保证分子一定比较大。但是其实你可以把它限缩到相除等于二的地方。再来是，其实它已经是五位数而已嘛。那我的分母会一直往上做，会一直变大。那其实你到它超过五位数，变到六位数的时候，就可以停止了，这样就会更快一点。那这题就这样子。这题有没有问题？再举手一下，没答对的请举手。OK，其实呢，这个稍微补充一下啊，刚朱教授讲的方法，当然是这个非常正统的方法，就是你就是把所有的这个前面不重复的，然后按照顺序0、1、2、3、4、0、1、2、3、5、0、3、6，然后呢按照顺序把它乘以62，
人要检查看这个纸有没有重复，自己本身跟这边好多人重复，那这个是一个正常的方式。那其实若你不太会算这个应该是算是 computation 啊，若你不太会 computation 无所谓，你就全部都会把它列出来，零到49,900就是全部把它列出来。那你要算之前，你就先检查看有没有重复吧，重复把它丢掉，把它算，对不对？因为你不太容易知道说，零一二三七下又是少，那你就全部都列，哦，算列完之后再算有没有重复掉。那另外刚刚助教有所谈到，就是你这个乘之后如果超过不会数的话，就不要再做。所以这一题，对，如果你真的要去用统计学的概念做的话，就比较麻烦。但是你用反过来，我把全部列出来再来检查，这个应该是比较容易做的。来，我再问一下还没答对的请举手。这一次没答对的举手。然后。有信心，觉得如果以后考这一题会答对，请放心。真的吗？那以后这一题会考。但是类似的题目，当然有可能发生了。哦，就是我们要稍微转个弯，有些东西要实做比较困难，尤其是可能偏考难一点，这个对大部分人来讲，要实做上比较困难，对不对？有时候我会做啊，但是你要花很多时间去做比较困难。但是转个弯，我们只要检查成果就可以。因为这个不是量很多，那如果说我那个量很多的，你没有做 communication， 可能真的是不行。这个量很少，哦，位数的量很少。好，这个是谁？谢谢。